好的，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，2024中国足球协会甲级联赛第21轮的比赛，江西庐山对阵黑龙江槟城的上半场比赛，现在已经开始了。之前在联赛的前20轮比赛收获了1胜。往禁区里给，这球背身拿球，转身射门，一气呵成。前场的反抢，这球没有犯吹罚犯规，禁区前有射门的机会了，经过一脚折射，往禁区给，弧顶区左边路有没有打门的机会，往后点传，看到是对方，这球来了个人球分过，这球要给黄牌了，没有问题，破坏了对方有力的反击机会。二点球仍然是江西庐山的控制，这球传得又高又慢，禁区之内，这一脚打得很有威胁，仍然在进攻，最后的补射呀，伊塔洛有脚的打门，这球躺得也好，最后的打门啊，一直在等一个最好的角度打门，这样球要反抢回来了，鲍里斯没有吹罚越位，还在分，伊塔洛也好的，最终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，2024中国足球协会甲级联赛第21轮的比赛当中，江西庐山和黑龙江槟城最后在瑞昌市体育公园体育场的比赛当中，最后0-0，双方握手言和。